那我们今天呢，有两位新来的，一位是这边是欧阳芷怡小姐，她是从长乐来的。你们家乡可能是住在你隔壁。我很高兴看见她，然后她来这里三天就找到基督教会。这是我下个礼拜的讲章的题目，你看见基督教会。就应该有一个归家的感觉，你就会走进去，那你就有希望。如果你对基督教会，特别是基督这两个字，这个名字，你没有给面子，所以我试试外国人明不明白 ，give face， 杨姐妹 ，give face。是我们中国人用的，我就想知道他们美国人明不明白。原来他们明白哦，特别是我礼拜五早上八点半那个来检查这里的教堂，他检查到上面那个 exit 那个灯啊不亮，但是呢他没有给我们告票，只是说你有灯泡就把它换就算了。非常好谈，我就考验他，我说如果再研究个题目，希望你能够明白 give face for the namesake， 他英文呢最接近的是 show respect for the namesake， 但是呢跟我们中国人的那个 give face 呢有一点不相同，但是意思差不多，他明白这意思。我说这里是基督教会，你要 give face， OK。所以我们看见基督教会，最少因为应该为着基督这个名字，你要给面子。你对基督这个名字不给面子啊，讲得非常不好听，你还想活吗？这是明白吗，李群？你给基督这个名字你都不给面子，那你想活吗？在这个地上。哦，还有那边有一位新来的是吧，欢迎你来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这里是一定要照圣经，请坐下来，谢谢。还有欧阳小姐，她来这里啊，她第一个就发现我们这里没有钢琴，因为她是华乡那里去华乡唱歌的，她福州花乡那个大教堂呢，他到哪去唱歌了？能够到哪去唱歌，一定唱歌很好的，很棒的，因为他们的年轻人呢，好厉害的。我去那里讲过一次道，专门是年轻人，几千人，他们唱歌好像演唱那样的，但是呢，他们不是电影明星那个装扮，他们是淑女的装扮，盛装，唱得非常好，演唱非常好的。OK， 我们不搞这个，今天我们讲。只顾自己的人不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如果你只顾自己啊，我们知道有人讲一句话，如果人不自私啊，天诛地灭啊，他们是人一定要自私，所以圣经也是人不能自私，如果你只能顾自己，你一辈子是我，所以他英文比较好讲一点，叫 I myself and me myself and I，三个都是 me 是我了，myself 也是我了，那 I 也是我了，所以我 me myself and I 就什么都是我自己。这种人呢，不配在基督教会里面。配在基督教会里面呢，是世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一件事情。世界上所有人活在地上最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要配活在基督教会里面。因为神赏赐基督教会里的人有权利能够发现圣经真理智慧，我们这里没有钢琴是因为圣经真理智慧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啊，如果你下个礼拜不能来啊，你要赶快把它记下来，你可以上网，上我的网，这个我的文章已经放在网上的，全世界可以看见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，在神面前敬拜献赞美的祭，你必须用嘴唇的果子。
哇，我希望全天下人没有人给我搞，神没有禁止 ，OK？ 你要给我搞那个你就麻烦 ，OK？ 千万不要搞，神没有禁止，神有吩咐你要用什么 ，OK？ 这是我们普通常识，神说要用什么你就用什么，你不要搞，哎，上帝啊，你没有说不可以这个，不可以那个，啊，不要搞这个，哎，你搞这个，我有的出卖。感谢神的恩典，就是我们平常做事情都是叫你要什么，不需要讲不要这个不要那个。如果你要搞这个，你去买一对鞋子，你就要搞一个小时，因为你要把店里面所有都，我要买九号D，你就不收九号D。我今天要来这里买鞋子，我那天不要给我八号，也不要给我七号，也不要给我六号。你把那些不要的讲出来，就是要的你不讲，你讲多久那个售货员就说你神经病出去了，啊，所以不要给我搞这个，上帝要什么你就要什么 ，OK， 就不要搞上帝，你没有禁止，你没有说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，我们讲要什么就是什么，根本不需要说不可这个不可那个 ，OK， 所以那里是说献赞美神，献赞美的祭。献祭敬拜神，献赞美的祭，你要用嘴唇的口水，很清楚的 ，OK。这种智慧你是在基督教会里面才找到的，看见没有？如果你今天去所有其他的教会，他们都有钢琴在那里，因为他们没有发现这个智慧，这个智慧纯正的神，纯正的智慧是给基督教会里面的人。所以我们发现，因为我名正言顺，感谢神恩典。有人一听见这个名字，一辈子不能忘记，也有这种人。我最欣赏这种人，他给基督这个名字给面子，那他就有机会了。那这是圣经根据的哈，神将纯正真理智慧存留起来。它英文是 store up, lay up, lay up， 特别给追求 行正义的人。啊，经文在哪里呢？看啊，箴言书第二章第七节，箴言书第二章第七节，我真心希望你能发现以下这三节经文，也知道怎样把它联系起来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。我的讲章都是圣经为连接起来的。这三节圣经哪里？那，如果你能够记下来是很好的。如果你来不及啊，记得我网站上面可以拿到的。这三节经文是箴言书第二章第七节，这里说什么？神把真纯正的真的真智慧存留起来，给行正义的人。清楚啊，这节圣经是。神把纯正的好的真正的真理好的真理存留起来，特意要给那些行正义的人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那里讲很清楚，我们基督教会不讲吃不讲喝，讲什么？正义、和平、喜乐在圣灵中。它英文翻译是非常好的，它有两个 N，有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and joy in the Holy Spirit。 所以基督教会不是讲吃吃喝喝，讲什么啊？我今天早上听见有一个教会在那打锣打鼓，哇，好响，响得好厉害，我经过都可听见，连我都听见。你们有我太太不是说我现在耳朵不那么灵敏了吗？我都听见。那箴言书说第二章第七节说，神把真智慧存留起来给行正义的人，基督教会就是行正义的人，是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。所以我们基督教会追求行正义，所以啊，那些来这里政府来这里检查，我都现在我都提醒他们，你看看看我们的停车场，就知道我们不单只正义，我们还诚实。为什么？因为停车场会停15部车，
而且呢，你停了车，走下去地铁去上班，不需要过马路的，明白？你向右一直走，然后呢，你一定要下地铁 ，OK， 所以非常方便。很多人可以来这里租一个车位，两三百块钱，然后下走到地铁去上班。常有人这样问的，但我们不搞的，因为我们要遵守律法，我们是免税，不能出租 ，OK。而且呢，是来这里办事才可以停车。啊，我看，你看，这里只有我一部车，今天在这里办事的人，帮忙工作人可以停车哦。我们那个锁坏掉了，等一下，如果您平常有时候你在这里参加一起工作的，好像我们这里的职员啊，还有好多义工啊，他们在这工作的，有机会经过需要的时候可以停一停，这是合法的。因为我们要守律法，这是行政义，还有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，因为罗马书那里是讲神的国，他不是直接叫基督的教会，他是讲神的国，神耶稣基督的国家，神的国。这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，神的国就是基督的教会，所以这三节圣经合起来，你就会明白。若你不能这样明白，你我没有办法了。OK， 这三节圣经搞出来。那还有下面我特别把提醒，我不是要说人家不好。如果你喜欢国际版英文圣经，英文圣经国际版现在是全世界最流行。若你家乡那边呢有年轻的朋友，提醒他们。不要用英文的国际版、新国际版那一种圣经。如果他们单单读那本圣经呢，没有机会得救了，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翻译出来，他们不敢这样翻译出来，这是照原文的正确的翻译，那本圣经不敢翻译出来。所以他们，如果你单单读这本圣经，你不会知道真理。你不知道真理，你就没有办法得救。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的，我说余承磊发现没有，我是数学哲学 ，OK， 数学的逻辑。主将得救人放在哪里？教会里面，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七节，是主基督自己把得救人放在教会里面。这里没有基督教会，只是说教会。然后我们要追求当时那一些已经存在的教会叫什么名字，那清清楚楚啊！感谢神恩典，我就是有这个头脑，这种头脑赚钱的头脑我是没有的，我那这个头脑我有哦。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七节，主将得救人放在教会里面，那我就会想到啊，那个教叫什么名字啊？明白吗？那个教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个教已经存在的，当时已经存在的。当日使徒保罗叫那些教会叫什么？基督的众教会。罗马书十六章十六节，看见一届一届一届排出来。OK， 这一届跟这一届一连起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一届连起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们都是哦。原来是这样，是圣经的真理，一步步发现。两千年前，使徒彼得在耶路撒冷第一篇讲道，有三千人受洗，有三千人罪的受洗，罪的赦免，领受所赐的圣灵。然后耶稣把主把他们放在教会里面，那个教会叫什么名字？那个时候已经有教会，当时存在的教会叫什么名字？使徒保罗说是基督的众教会，耶路撒冷有基督的教会，其他地方都有基督的教会。启示录有七个教会，提到七个教会都是基督教会，所以他们基督教基督不需要提以弗所的教会、腓拉铁腓的教会就行了，因为都是基督教会，所以可以略掉，只是提地方，
但现在你说发起那年教会，那麻烦了，这有证据没有办法。那你十五年前，我们在这里三十多年，十五年前那个十几年呢、啊，你写基督教会不要地址都来的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很厉害，这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我们厉害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出名，是因为那个邮差啊，负责派信那个邮差，他是犹太人，跟我很好谈。他说他看见基督教会的，他就派到这里来。OK， 他就知道是我们的。有时候基督教会下面都没有地址或者写错的，他也送对，因为他知道基督教会就是这里。连地铁啊，如果你出地铁啊，他用我们这里做地标哦，那里写着基督教会在上面 ，OK， Church of Christ 在那边，上帝恩典，他们对基督这个名字给力面子，非常有福气，啊，记得啊，2000年前已经存在的教会，主把得救人放在那里，那个教会叫什么名字？罗马书16:16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还有其他的经文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欲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，领受那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。啊，我现在是，你读中文，有时候读英文，都可能有一点不相同的字。是因为我要照原文最准确的告诉你，而且最简单，原文翻译的准确，听起来就很清楚，而且很明白。因为主的道能够救人的灵魂，我们中国人翻译灵魂，但是呢，他英文呢就分出来了，他英文有灵 spirit， 他有魂 soul， 还有肉体 flesh。 上帝恩待我来纽约40年了，就是学这些东西。OK， 有时候中文翻译清楚，有时候英文翻译清楚，有些两个都不清楚，要看原文，还有字典追求。我上一次不是讲过一天吗？天吗？2000年前使徒们写圣经的时候，他们脑袋里面怎么样想，研究出来了。你必须要知道他们当时的背景，他们当时的思想路线，然后你才能够发现2000年前他们写这个经文，他们头脑里面那个意思是什么。只有一个，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在我面前说圣经有两个意思。我们平常普通人写东西都是表达，写出来字表达脑袋里面思想的那一个意思。我们脑袋一心不能两用，记得吗？我们脑袋一个时候只能想一个东西，没有一个脑袋能够一个时候想好的东西，它最少都有一点点时间的不同。 OK， 好像我现在脑袋想的嘴巴讲出来，脑袋想的那个意思嘴巴讲出来，脑袋一个时间只能够想一个东西，所以全天下没有人能够胆敢说有另外一个意思。记得我上2-3个礼拜以前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出飞机票飞一个传道人从加州那边来这里辩论3天，我出飞机票，我出酒店3天欢迎，但是我要录像把它放在网上，值得。 OK， 世界上的人呢常常说，哎呀，我们不要变，免得伤国际，很好。金钱不要变，我就常常这样的，人家欠你10万，他说哎，我忘记我有吗，你就不要变。他欠你，徐成记得，人家有欠你10万美元，你就啊，你忘记了，我那就忘记算了，不要变了。但是来到圣经真理呢，大大纷争辩论。使徒行传15章1-5节，不单只有真，而且大大翻译的好，他英文也是这个意思。激烈的争，努力的争，
犹大书一章第三节，基于圣经来的，这种智慧在基督教会里面有。钱财不要争，来到圣灵真理必须争，而且要切力的极力的争，而且一定要赢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五十多年来还没有输过一次，我希望有人能够把我打败啊，试试啊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这是我现在有五十多年的经验了，1960年修行传道到现在还没有输过一次。感谢神恩典，我不敢说没有，因为我人要盖棺定论，对不对？我还没有盖棺，所以我不敢说没有，我只是说直到现在还没有。一个教会的名字如果不是记在圣经里面，就已经不正义。这个道理是我们中国人会的，因为他外国人没有的。我们有一句叫他名不正什么言不顺，只要你明白那个句话吗？名不顺啊，其他有讲吗？不要讲吗 OK， 名不顺啊，名不正言就不顺，所以你名不正就其他都不要讲了，就一定不正义的啦。你不要说那其他都准的，哎，没有可能，其他的准你就必定名字也准。圣经道理是这样的，为什么我要基督教会呢？因为里面的都准才叫做基督教。基督教是因为里面的准长出来的，不是说我们起一个名字叫做名正，但是下面的东西不正。好像他们挂羊头卖什么，卖狗肉，我们不是这样，是因为里面有羊肉，外面才有什么羊头，明白吗？子怡，你明白我的普通话吗？啊，因为我这里是小姨哦，那个OK， 我很喜欢现在年轻人，希望他们长大然后做基督的精兵。 OK， 感谢神恩典，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羊肉，外面才挂羊头，明白吗？要记得圣经的真理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你里面是羊肉，外面才挂羊头，因为里面都是合乎圣经，所以上面叫做基督教的。这个基督教是因为这些真理长出来的，基督教会的名字是因为这些种在里面的真理长出来的。天下的人不明白，他说我们要组个教，组织一个教会，现在我们要登记怎么样，起个名字，你来起，拿着来起，看看哪个名字最好。当教会好像熊猫哦，你看是不是有一些熊猫啊，全世界在网上公开，我们这里有个熊猫要叫什么名字。教会不是这样的，路加福音8:11，这路加福音第8:11，传福音是神的道种，你基督教是自然长出来的，你里面是神的道种，你的名字就自然然是基督教会。我解释很多次了，希望这个世界快点明白。如果这世界明白了，你就预备大家要得救人要离开世界，因为世界末日要到了。这一下呢，就足够叫里面人失去权力，发现神为正义人存留的真理。因为他名字不对，里面所有都不对，都不正义了。你不正义，神把真理智慧留给谁？正义的人。你不正义，你没有希望，清清楚楚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整个欧洲国家，欧洲的人没有机会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中国人最有资格讲这个话，因为他们100多年来我们中国签不平等条约，这个话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讲得准的，因为我们就刚刚这个时代，欧洲这些
所谓信耶稣的国家的人来我们中国欺负我们，不正不义，历史现实，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变。我从小学在香港读书就读到有很多这些叫做不平等条约，哎，余琛，你们中国有没有啊？叫做不平等条约啊，有没有？也有啊。那你心里面有没有火滚啊？还是很舒服，我们能够手忍受下来OK， 忍受得很舒服但我没有这个功夫，我是热血沸腾。我那个话讲的对不对啊？准不准啊？啊这一项啊就足够叫你们人不得救了。我不是很高兴，这是现实。怎样的人配存留在基督教会里面呢？若有讲到了要传讲神口中的话，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，神口中的话在什么地方？圣经里面。所以我们必须圣经哪一章哪一节怎么讲，人要配存留在基督教会里面，必须前传讲神口中的话。原因是什么？哈，上个礼拜我才发现的哦，突然间那个那个 K 呢，他十一点钟读圣经的读经文的时候，我突然间醒悟。我一直在强调前面那几项，原因就是因为神叫他，因为我们要叫神在所有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。为什么？原来荣耀权柄都是神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哈，我突然间发醒悟这件事情。现在你们就知道为什么缘故世人喜欢这样比较他们所属的教会。他们会告诉你，我常常听见的，他们说，你看我们这个教会教堂多大，又美丽，人又多，这里到处都有我们的基督教会。你以为他都有我们的这种教会，你以为他在荣耀谁啊？为什么我们必须依照圣经？为什么我们必须依照神所赐的能力？我们必须依照神的话语来强大传道，因为要神的荣耀，明白？因为要神的荣耀。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神的荣耀？因为这些荣耀应该是神的，清楚吗？因为明白啊？哎，这些声音突然间亮起来，哈，我以前都一直都没有留意啊。当你说看这里有罗马普世教会，那里有罗马普世教会，你以为他们在叫谁的荣耀啊？罗马，意大利人啊。你看常常有人讲的，你看我们的教会多大，我到处都有人，多少比你们多多少，他在荣耀谁？罗马。当你说我看啊，这里卫理公会，那里有路德会，那里有孙道会，那里有某某教会，你在荣耀谁？荣耀这些世界世人自己搞的东西。你在荣耀谁？你讲到路德会在荣耀谁？马丁路德，德国人，他们创办人。孙道会，某某孙道会，谁创造了我都可以背出来。你想到这个创办人，你在荣耀谁？你在纪念这个创办人，你在荣耀这个创办人。感谢神恩典，现在我理解了，讲得清楚了，你们真是有福气。当你说看啊，这里有基督教会，那里有基督教会，教到处都有基督教会，他们教堂又美丽，人又多，你在荣耀谁？基督。你就想到基督，基督多辛苦，钉十字架，流血，满足基督的教会。这里不是基督教会，那里也是，就到处都是基督教会，他们人多的都不得了。你在荣耀谁？在荣耀基督。所以我常常连法官打电话问我，这个某人现在在我们这里法庭申请，你没有时间来请教你。你的教他是不是在你的教会参加活动，参加聚会？我说哎，我没有教会，
他们参加的是基督的教会。我说，请你们不要叫我的教会，我们是这叫做基督的教会，我们这也是基督的教会，不是某人的教会。OK， 是基督的教会。你在荣耀谁？基督教会，基督教会，基督教会，你在荣耀基督。到处都有基督教会，多光荣！谁的光荣？谁的荣耀？基督的荣耀。准确了，你醒悟了吗？一个教会披戴别的名字，至少我要说，盗取，强盗的盗哦，盗取本来属于基督的荣耀。哈，终于出来了，感谢神的恩典。我非常感谢，也非常高兴，今天我发现这个道了。你的名字举其他的名字，你在荣耀谁？最少我说，我胆敢说，你盗取 ，OK， 减少应该属于基督的荣耀。余承啊，帮忙哈，用你的智慧帮忙哈，帮忙算哈，给他们算账啊。你举其他的名字，最少你减少应该是基督的，好像人家卖东西啊，减少重量，减少分量。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要赚多一点钱？它是一样的价钱，但是小包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你会买那些纸巾啊，明白啊？还是一块钱一个，但是少好几张在里面。最少你多取了，你减少了，应该属于基督的荣耀。什么样的人参加盗取属于基督荣耀的教会呢？你立刻要醒悟了。所以参加这种教会，你要醒悟了。任何时代到处有基督教会，我就知道神正在得着荣耀。这个社会有和平，这个社会为什么没有和平？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和平？我们唱和平唱了 几百年，为什么一次都没有？就是因为基督的教会不普遍，因为神没有得到荣耀。只要你肯想象一下，就知道世界到处有基督教会，世界就充满什么行正义的人，明白吗？世界到处行正义的人，这世界什么和平的，明白吗？很简单的，这个社会就和平，大家就喜乐。OK， 非常清楚，非常简单。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是这样的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。这就是天使报佳音，宣布以救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要成就的事情。感谢神恩典，这些经文呢，这次啊都来到我这个头脑，我把它编出来。看啊，清楚啊！忽然有一大队天兵赞美神说：“在至高之处归荣耀于神。”地上平安归世界上的人，神所喜爱的人。现在地上没有平安，救主降生了。为什么？魔鬼设计宗派将世界搞成这样，人不醒悟。他讲人不醒悟。感谢神的人，今天我们发现了人不行，魔鬼撒旦利用宗派搞到这世界上，不但要顾念神的感受，也要顾念别人的感受。若有不幸人到你们那里去，那这里我因为我时间到了，所以我最重要已经交代了，所以这些不要紧了。他这里说啊，我们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益处，只求众人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我们不要单顾自己，
要顾神的家、上帝的教会，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。还有这也是不合时代的，但是圣经的真理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若有不幸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感化过来。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爱你的妻子，与她同住，同受 承受生命之恩，敬重他们，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，唯有行恶人主向他们变脸。接着呢，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，叫人看见你们好行为。最好的行为是什么？行正义，叫人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愿主赐福保守各位。今天我讲很清楚了，感谢神恩典。